远在北美地区的地下，有一种生物在蠢蠢欲动。周期蝉，它们已经在地下生活了16年之久。它们靠着吸食树根上的枝叶为食，直到第17年之后，它们才会破土而出。所有的周期蝉都是一样，从孵化到幼虫几乎是同步进行的。刚刚爬出来的周期蝉身体柔软，行动迟缓，是鲜嫩多汁的蛋白质。就算是乌龟都能在这里饱餐一顿，这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盛宴，毕竟10几年才能享用一次。据科学家研究表明，周期蝉爆发的时候，捕食它们的鸟类会大幅度增长，而随后在10几年的时间里，这些鸟类又开始减少，直到17年后，捕食它们的鸟类会降到最低点。而那些在非常规周期内破土的蝉会被鸟类全部吃光。渐渐的，这些周期蝉的爆发形成了一个有规律的时间线。数百万只周期蝉从破土的时候开始，它们的生命就已进入倒计时。它们必须要在6个星期内完成交配和繁殖。在此之前，它们还要脱去外壳，完成最后一步蜕变。趁着夜色，绝大多数的周期蝉进化到了成虫。清晨，它们终于进化完全，接下来就要开始闪电式的速配。周期蝉的爆发充斥着整个森林，数量之多足以让生活在这里的任何野生动物吃到不能再吃为止。有的动物或许一辈子也没有这种运气品尝到这顿昆虫大餐，从杂食性动物到各种鸟类，甚至连松鼠都能品尝到这种美味。周期蝉通过摩擦身体两侧的器官发出鸣叫，吸引着周围的雌性。完成交配后的雌性周期蝉会在树上产下几百枚卵，这些卵将会在下一个周期爆发。而那些完成交配后的周期蝉会在最后将身体化成肥料还给这片土壤，为下一代成长积蓄养分。